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没错，今天是大年初二，过年虽然吃得多，但是我们也要动得多。今天市长就带着他的大宝德力来跟大家来运动。非常荣幸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山国中的教练小柔教练，欢迎。还有我们九年级的玉溪同学，欢迎。还有眼婷，也是九年级。九年级。然后我们九年级的佑辰。佑辰。还有八年级的微笑。微笑 ，Hello。今天呢，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其实不是只有单单打羽毛球而已，我们要进行一个趣味的竞赛。放心好了，玩游戏我一定 OK 的。好，那我们如果要对打，我可能就不一定了。但是我们最后一场是对打，市长还是先做好心理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就闪到腰。我会闪到腰、欸。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我们今天的节目还要继续。吐槽爸爸嘞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我们的羽球接力赛吧 ，Go。Go。几下了？还没十下是？超过了吗？超过？来，哎、欸，刚刚有人说太简单，太简单了。这样十下，十下。好的，马上呢，我们就要进行我们下一个游戏呢，就是九宫格。等一下一样，我们会分成两组，然后每一组有三个人，一个人有三球的这个机会。等一下九宫格里面，我们连线最多的那一组，我们就会获胜 ，OK 吗？应该蛮简单的吧？小 case， 小 case。刚刚是不是我也是校队？我是那个哈哈哈校队。我。哇！市长现在面有难色哦。好。感觉要连线了。哦哦啊！惨叫一声好球！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是得力组获胜。最后我们要进入正题，就是我们要双打。上准备好了吗？我一直都准备好。得力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准备好了。得力是这种，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我看得出来，准备得非常的好。我们等一下呢是爸爸儿子一组，加油！我们有信心。我们一定你要默契怎么样？我们一定可以得一分的，我们一定可以突破鸭蛋。得力的表情刚有，我们只要好突破鸭蛋得一分，我们就算赢了。你不是很强？因为我跟你一队，我有点担心。要把它怪到人家身上。一二三，加油！好。嘿、hey. oh. hey. hey. oh. oh, ！哎！哦，同学开始认真了。二比零。三比，市长，这市长有太多滚地的画面了，让我无法交代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刚有进吗？我看起来是。像没进啊？对啊，哦，可能没进哦。刚刚这个应该是没进。耶！哎呀！啊！哇！小心！那我就闪到腰。爸，你还好吗？长没事吗？太怕了！哎，为什么？你不要再说，我真的会完蛋！你不要那么认真，你轻轻拿就好了。我真的教练，为什么我会接不到、啊？我拍完这一集，我就要辞职了。啊！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哎！哦！哎！哦，哎，救得漂亮！最后一分喽！
啊 ，sorry。比赛结束。比赛结束。好。德力，你们知道你们刚刚就是最后那一轮啊，不是跟两位嘛，就是跟我们的玉溪还有燕婷，你们知道你们对上的是谁吗？他是全中运的金牌。哇！所以我们刚刚在想说，有破蛋了，我们真的是要开心。那刚刚有听说我们全中运也要快开始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教练帮我们稍微宣传一下我们全中运？对，今年全中运刚好是在台北市，那也刚好是在我们拍摄的这个场馆。三月是资格赛，资格赛，那四月就是决赛，他们都是全中运的选手。哦，你们都是全中运的选手，真的很强哎。那其实除了全中运之外，今天市长也有背负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来宣传我们的视壮运。对。2025年，我们台北跟新北会举办世界壮年运动会。没错，这是一场非常盛大的国际赛事，只要年满30岁，就可以用个人名义报名参加。2月17号，我们就可以在世壮运的官网上面开放报名，然后如果早点报名就会有优惠。这边有2月17到4月17第一阶段有7折优惠，是4月18到9月17第二阶段。8折优惠，是那相关讯息都可以上世壮运的官网。对，那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。那今天也非常开心，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同学还有教练来跟我们一起运动。我们帮市长打个分数好了，觉得市长几分？今天表现10分，满分100，同学满分10分，满分100，帮他打10分，100分，100分，他们命有难100分吗？很好很好，都可以拿到市长奖。今天市长奖冠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非常感谢今天教练跟同学的参与。我们最后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拜拜。